各位新年好，迟来的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平安幸福，事事如意，就做啥都如自己想的那样。马上到达目的地啊，不在啦，他就在这附近。好好好好，你们把他摸得到吧？说半天摸到是我都要改的。那我们这个在哪里找啊？在山上吗？这从哪过去啊？在那个山庄里面。找到了吗？把那个抄网带上，药箱带上。在哪里？来的。这个门可以关不？我意思这个地方就缠着这个门好了，就让你去把看一下。对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我有不堪入眼的一幕。啥？有两个狗在那里生娃了。不是我们要救出的那个吧？哇，这里面要不我给他们喂食好不好？喂，都喂，全都喂。来，这里面不得七八条啊？吃饱了来。就这个白的，这个白的就是我们要救出的对象。来，真的好萌啊！哎呦，我有铁丝。都别出去，把门关上。网子，我管。地管，不要失手了。来了。哎，小雷，都过来，从那前面都过来。他跑不快的，这狗跑不快。在这边来了，这边。我不信他还能游泳，在这个地方好抓啊！四面都是湖。哇，这地方太大了，实测啊，这地方太大了，太广了。那边出得去不？大黄，你那边上。啊？出不去的话，他就还在里面，还在这里面。这里先看，这里先看，这个洞，去吧，我这里下，我自己去。啥都没有，再跑两步。在哪儿？因为这个树木比较茂盛，无人机根本没用，随便躲到哪都抓不到，都看不见。天快黑了，这天黑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，肯定抓不住。天黑之前再努力一下，我洗两分钟。这个狗，刚才有人建议我给它取名字叫戳我肝，因为之前有一个狗的名字也是烂脖子，取名字叫戳我心，这个狗就叫戳我肝。今天这个狗的名字叫戳我肝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初吻。在哪里？快过来，在这鱼塘里面。在哪儿？哦，在这儿，它没动啊！你下去，它肯定要动。这好抓啊，它自己应该爬不上来。都下去啊，都下去。药箱，大王去拿药箱。哎，别惹它，它没动。这里还真不容易发现哈、啊，它躲在这儿动都不动。它应该是它的那个绳子勒到了它的胳膊，勒到了它的胯，所以它跑不动。它跑就会疼。它发现了给我那个视频，走路都很困难。去吧，两个人。啥？我蒙上了。你去梯子那站着。他都不动呢，这狗的名字叫抽我肝，肝是抽肝的肝。他的那个，他的胳膊是被勒伤的，还是个地包天呢。好丑啊！看到没？他的绳子已经把他胳膊这里勒到了，所以他跑不快，就这个原因。刚才绕了那一大圈，他应该是很疼很疼，疼到受不了，所以躲到那个地方。现在是在打了麻药，等它麻了以后才能动弹。打开马云爹那儿搜店铺老冯羊买臭干，谢谢。我只能这么的了，它在晃动呢，还没晕，还没找到钳子。那钳子必须要钳子，这个蛇不要钳子不行，应该不会动的。哎呀，没动呢。哎，我可以抓一下它。哎呀，我的肝呐、啊，我的抽我肝呐、啊，抽我的肝呐、啊。好臭哦，这个恶心的味道啊、哦、有鼻塞我都能闻得见。选头啊。吃饭了没？还没啊。这包留的几天看到范围。我要弄走，我把那个伤给他处理了就带走了。他说看着反胃。没错啊，这也没错，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一般人来讲呢，这个味道这么大，肯定是看着反胃，也没有问题。用盐水，两个胳膊都有问题啊，两个胳膊都出现了问题。轻点。那段时间不疼了，不疼了，
上那揉了，头小心，头小心。看在肉里面没有啊？慢点，肉肉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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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还塞肉里面了，是不是塞肉里面了？要把这肉剪一下。等，别拔，别拔，别拔，剪一下，消个毒。这个是真的毛看见了吗？还有一圈吗？是不是还有一圈在脖子上？没有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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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兄弟，冲凉的。我看一下这个胳膊这，看一下胳膊这里，这肉都削开了都。这里是削开了吧？你看到不？把硬的那个剪掉，给它冲双氧水。在我们身边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不是说你看不见就代表没有，不是这样。你看不见是因为可能他没有出现在你身边，他们一般受了伤都比较怕人，他不会主动出现在任何人的身边，他只有偷偷摸摸的，天黑了以后出来，等你们都睡觉以后出来找点吃的，有时候在垃圾房，有时候在一些餐馆的背后，有时候在菜市场收完摊剩下的那些烂菜堆子里。他们不是不存在，他们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胸口都划开了。这胸口他很痛，他不然刚才就不会蹲在那里了。我们是绕着他转了几圈都没发现他在那里，他应该觉得安全的。刚才从那边走了那么长一段以后，他体力不支，让我可能特别特别疼，他实在受不了就蹲下了。还行吗？咱那么的吧，打醒药回医院去呢。不是，我要先给他处理一下伤口。他们过年的没钱，很难啊。这个搓干，明天送医院，在医院住院给他治疗。他们现在准备回去了啊，明天把它放到医院戳我肝，长得很萌，跟戳我心一样的萌。戳我肝，棒棒的，回去，我们收拾一下，把垃圾捡一下。戳我心是母的，戳我肝是公的。戳我心和戳我肝可以凑一对，然后生一窝心肝宝贝儿，一样棒哎。它的全名叫戳我肝，它的小名叫丑肝。它这个身体就很轻松。给他搭一个，把这个毯子给他搭在笼子上面，他一会儿吹风。不怕啊，不怕，你现在安全呢。OK， 好，走了。